谢谢你愿意陪我去看吸血鬼展览。所以展览会的票是聂老师给你的对吧？是啊。这个女人真深不可测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傻大姐，其实专门挖洞给人跳。我的老师廖小河。哦，对了，齐老师，你刚刚说的那件事，你忙完了。谢谢你愿意陪我去看吸血鬼展览。刚才你当着严老师面前说我会陪你去看展览，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答应你啊。哎呦，我就是想说你人这么好一定会答应的啊，那难不成你要拒绝我吗？这样我可是会很难过的。这个女人真深不可测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傻大姐，其实专门挖洞给人跳。所以展览会的票是聂老师给你的对吧？是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聂老师要给你两张票，而你约了我却没有约他。齐老师你真的好聪明哦，所以你一定会陪我去看展览的对吧？最后一个问题，所以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看严老师的反应对吧？严老师刚才的反应你也看到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如果你也想要看到更多严老师可爱的一面，你一定要加入我的计划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开始有点兴趣了。